次因为一通时隔20年的电话再度牵起缘分并结婚的故事，不但在台湾引起极大关注，在韩国也是讨论度十足。具俊晔先前回到韩国登上谈话性节目 You Quiz， 娇羞的谈到新婚生活，让刘在熙都一脸欣慰。제가지금이세상에서가장행복한사람이야그러니까야형님에서이런멘트가나올줄몰랐네节目在新公开的片段中抢先曝光了两人过去到现在的同框照，在两人重逢后的合照中，大 S 戴着纯白色的网纱帽，身穿白色露肩衣服，具俊晔也穿上正式的帅气西装，笑容甜蜜感满满。三月在台湾重逢的两人随着男方回到韩国，暂时过起了远距新婚生活，而具俊晔这次返韩承诺了只会在 YouQuiz 上曝光两人的照片，除了合照外，还有夫妻俩在无名指刺上婚戒的照片，完全是浪漫到不行。加码分享的小故事也是让人食指全屈。무슨과일제일좋아하냐고물어봐주세요제가요네무슨과일을제일좋아하세요저망고를제일좋아하거든요왜요사귈때희원이가망고를되게좋아했었어요어그래서그당시우리나라망고가없었는데그때부터망고를좋아하기시작했고망고를보면생각이 네, 생각나죠最后大神也好奇问了具俊晔，如此相爱的两位当初分开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想听到男主角自己述说，只能等正式节目播出啦。